别好了，我在这儿。江总，你混蛋！你占我便宜，你居然跟我下套，让我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丢脸，你真讨厌死了！和我谈恋爱有这么丢人吗？你为什么冷眼睁睁地看着我去喜欢别人？你知不知道？ 我真的纠结了很久，你坏人，坏蛋，你太坏了，我纠结了很久，你知不知道？小美，对不起。 这俩人真有意思，一直跟着我们，搞得跟谍战片一样。现在哪还流行什么谍战片啊？现在流行甜宠剧。啊，左哥，人家好怕怕，你带人家离开这里吧。走，走，<笑>这边。到这儿干嘛呀？这下更不好脱身了。没事，放心吧。 俩人跑这么快吗？去哪儿了？偷看什么呢？ 纠结了这么久，这又不能怪我。你都认不出我，我哪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？再说了，我总不能走到你面前跟你说我是那谁谁谁，那多不好意思。你还会不好意思呢？之前还骗我做你女朋友，你说说你占了我多少便宜？行了，别说了。你就知道占我便宜，就知道占我便宜，假公济私。 但是我喜欢你是我的自由啊，那倒是。好吃吗？嗯，真好吃。嗯。 你怎么了？怎么不吃啊？我要跟你说一件事，这件事对你对我的人生都很重要。什么事啊？你到底想干嘛？不要这么早啊，人家还没有心理准备呢。这种场面，男的不都应该拿钻戒吗？钻戒呢？就是你补考的事情。 啊！我希望你把对我的个人欲望先放一边，先把后面的补考通过。什么个人欲望啊？我很爱学习，超爱学习的，好吗？好，这些话也是对我自己说的。
宿舍。吃饭了吗？还没。哦，下楼吧，我请你吃饭。你要带我去吃什么？先不告诉你，一会儿给你个惊喜。走。就是这儿。嗯。嗯，就是带我来吃面啊。你千万不要看这家面馆不大，但它在这儿已经开了不少年了。我从小就在这儿吃的。哦。走吧。嗯。谢谢。哎呦，小李来了，还带了女朋友。哎、要吃什么？这顿我请。谢谢老板。嗯，两碗牛肉粉。好嘞，先坐一会儿啊，马上就好。嗯，谁是你女朋友了？我可没答应你啊。牛肉粉来了，慢用。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这儿的牛肉汤货真价实，特别好喝。嗯，来尝尝。你吃你的，我吃我的。好吧。哎。嗯。你不是刚从国外回来吗？你怎么对这条巷这么了解啊？我小学、中学、高中都是在这儿上的，这一片我从小玩到大，熟得很。快点吃，等一下我带你出去逛逛。嗯。哎，嗯，你毕业之后准备干嘛？我还是准备回去继续深造一下，然后回来建设祖国。你呢？我可能考研吧。回来的感觉真的太好了，走到哪里都是跟我一样的人，不像在国外，总是能招来别人异样的眼光。那你还回去吗？我那哪叫回去啊，我是出国，还会回来的。嗯，我洗好了。知道了。我是说我洗好了。你干嘛呢？洗好了，快出来吧。我出来，我没穿多少衣服。那你赶紧把衣服穿好，快点出来，别胡思乱想啊！啊！你叫我出来干嘛？在外面晾得快呀，不行，来吧。专心点好吗？看好了，方程。
开心点。方程括号是他区间里的映射，所以他最终得到的结果是。所以你现在还喜欢江总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还有点不高兴。和段段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们俩现在正式的男女朋友。这是我和江总的事儿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和江总在一起吗？我不知道，你别烦我了。我要回去醒了吗？还睡吗？不了。行，赶紧起来吃早饭吧，我给你做了好吃的。嗯。这么早就给我发视频？你看看我们在哪儿啊？来，看看，看看在哪儿了？你们来我学校了？对呀，正好周末没事儿嘛。我和你爸就过来看看你，先在学校逛逛啊。哦，好，好，好啊，我等等就过来。好，没事，自己啊。我让你爸给我多拍两张照片。怎么还没起来？饭我都做好了，赶紧起来吃饭。啊，妈，你听我解释吧。妈，阿姨，是我。这样啊，都几点了，怎么才吃早餐呀？你要早睡早起，晚上别贪玩，早上少吃点啊。一会儿过来，叫他们一块吃个饭，咱们一块吃午饭。我知道了，我们一会儿就过去，拜拜。怕什么呀？阿姨又不是不知道咱俩的事。咱们俩什么事儿啊？咱们俩这都是假的。耍我！行了，赶紧起来吃饭吧，别让咱妈等久了。哎，你说说，这两个怎么不知道深浅呀？这么小就同居了，万一怀孕了怎么办？哎呀，这学还上不上啊？哎呀，我说你呢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呀？行了，别拍了。哎，哎呀，着什么急呀？刚刚你不是说的挺好的吗？要早睡早起。那我还能怎么说呀？毕竟江左这孩子还挺优秀的嘛。万一我这样一说，破坏他们俩感情怎么办？哎，我说你呀，净瞎操心。他们呢都已经是成年人了，知道分寸的。我呢是他爸爸，我自己的女儿我还不清楚吗？你知道个屁！来来，给你拍一张啊。爸妈，你们怎么都不点点喝的呀？哎妈，你昨天晚上一直在补习，你知道的，我准备要补考了。学校里不能补习啊？
江总家里没人吗？没人？啊，不不不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子。我能怎么想啊？跟你说，有些事情你要知道，年轻人做事得克制。我们什么都没有啊。你快跟我妈说说。叔叔阿姨，叔叔阿姨，那个叔叔阿姨，我和队队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。嗯，老赖你说。哎，别乱喊，我怎么就成老赖？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那瞎捣乱？赶紧说。嗯，好。这江总啊，哎，我和队队他妈是这么想的，你们呢还在上学啊，得以学业为重，感情呢可以慢慢的培养啊。另外呢，我们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，能理解，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等你们毕业了想领证，我们呢也不会反对的。叔叔阿姨啊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队队的。我也希望帮助他完成学业，等他一毕业我马上带他领证。哎呦，说了半天我都上火了。要不要点点喝的？哎，点点什么喝的好呢？你定你定。要不来个雪碧吧，你不是爱喝雪碧？妈，我怎么感觉你跟我爸两个人在唱双簧啊。哎，你们是不是怕江总不要我啊？哦，我就知道，拜托是江总先追的我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是我先追的，对的。谁追谁都一样啊。看看喝点什么呢？看看。就知道你在这儿，发你短信也不回我。我要看书，为考研做准备。我陪你。咱们去吃饭吧。我要看书，我还不饿。那怎么行呢？你不吃饭会有低血糖的。我还不饿。小小，你怎么够意思啊，给，谢了啊，兄弟。有事儿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小小最近到底怎么了？你去问队队啊。听意思有情况啊。要不要咨询一下我们两个资深专家？哦，你俩有办法。他俩不是资深专家，他俩是单身专家。怎么跟贵族说话呢？就是单身贵族。我问问，蒋小小和李慕然什么情况？啊？因为李慕然毕业后要出国，蒋小小会考研，他不想谈没有结果的恋爱。怎么能是没有结果的恋爱？我爱他，他也爱我呀。况且我出了国，我还会回来的。按照几次见面我对小小的了解，他应该是个完美主义者，所以对你这种情况他一定会拒绝。那我怎么办？那你计划当中有这场恋爱吗？那不是之前还没认识小小。所以说啊，计划赶不上变化。
所以你们的意思是，我也得改变一下我的计划。要不你找个时间好好和小小谈谈你的未来计划，你想清楚之后你再告诉他，你计划里面到底有没有他，靠谱？嗯。哎，小小。哎，小小，小小，你让开！小小，我真的喜欢你，你做我女朋友吧。我不想谈没有结果的恋爱。我不能保证我不去国外深造，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的是，我一定会回国。那你还是会离开啊？你为什么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呢？我怎么对自己没信心了？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一出国就会把你忘了？我有信心，就算我出了国，我也依然还是会深爱着你。倒是你，我害怕我一出国你就把我给忘了。我不会。真不明白，你说这俩人都已经在一起了，为什么还这么折腾，就是不开心呢？有啥大不了的，你就去追呗。我怎么追啊？我要是不顺着他，我都见不着的。你干什么吃的？想想办法呀。我能想什么办法？我在他面前都没有判断力，我还想办法？算了。这就是你请来的外援？李默然主攻英语，小小主攻高数，剩下的我来。我可是很严的，得得加油哦！谁怕谁啊？这一次我一定能考过。怎么样，都有把握吗？放心，有你在，什么都难不倒我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的评语也会给你好评的。那你不早说？早说的话，你还会努力吗？肯定是学到了，才是自己的呀。行吧行吧，说不过你。快吃吧，菜都凉了。你怎么了？刚才走过的脚印全都被海水冲掉了。怎么突然开始感慨了？人生苦短，转瞬即逝。是和我在一起不开心了吗？当然没有，我只是骨子里的诗人情怀，借点抒情罢了。那我给你跳支舞吧。哎，你死皮赖脸的在这干什么呢？污染环境你知不知道啊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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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你们俩先回去吧。你们俩跟我回宝石走一趟。走吧。